是不是请财政局先说明一下，我们现在商业用地目前半年最新状况？谢谢。大家早，大家晚安。是这样，我目前正在就在商业用地的部分，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就是土地归还之后，我们就财政局的部分是就商业地区就未来的一个开发，我们是改以就是报到市长那边，是改以设定地上权，很纯粹的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去做开发，就是依照我们第三商业区的一个特种的允许使用的项目来做开发。那其中因为有捷运的出入口及通风口的设计，所以有一部分是在福德街的部分有一些共构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目前的研拟招商作业其实都一直在研拟当中。我们也成立一些跨科室的跨局处的一个小组，以及委托的顾问公司在帮我们做研拟。预计如果最快的话，因为我们要配合都市计划审议的一个通过，所以我们预计恐是在4月底5月初，我们会将我们的招商文件再报给乘客。那一旦是通过之后，我们就会正式公告招商。好，那刚刚有提到交通的议题，那我是先请我们规划科的科长就要所知先报告，然后之后我就请交通局来做一个补充，好吗，科长？好，谢谢。